无尽幸运方块166个啊，我们先停一波合成，把无尽系列先追满啊，因为合成了好久了，有点烦躁啊。我们现在可以先把无尽系列的装备先给它凑齐，咱们一共就160多个方块，我们现在背包里有无尽鞋、无尽剑，还有无尽铲，还有无尽弓，把其他无尽装备和武器全部都开出来，来了，拿这个打吧，我感觉拿随机之剑打容易把它直接清除掉。过来，哈哈哈，掉了一个头盔，这个绝对比我们的滑，哎，不是滑稽，是键盘头盔厉害啊！你别看它防御力只有六点，等我们凑齐全套装备的时候，它就不止这点了。凑齐全套的话，就是无敌，直接无敌。还差几件装备，两件装备啊，裤子和胸甲。如果能开出工作台，我也可以直接自己做。现在已经有两个无尽块了吧？已知有两个，我背包里好像还有一个，这就够一个胸甲了吧？39/27，够了，够胸甲了。这中子太速定也够的。来来来，开一个工作台，终极工，开什么工作台？开工作台，我需要工作台啊！胸甲都有了，根本不需要工作台。呵呵，两个翅膀，兄弟们，人家6次，我8次，再加2次，我10次。好家伙，10次全家桶了，我这是叶枫直接变成全家桶了。炼狱胸甲也存一下吧，毕竟是等价交换里边的一套神装啊，顶级装备。这啥呀？一个木头的建筑物，把箱子都能打掉。砧板工作台还有这效果？我这怎么多了1000个？啊？这箱子里难道装的是无尽块？1000多个？这么离谱？存起来啊，一半用来合成，一半用来做装备。就这么定了，可是他为什么自己不能合成了？这不是假的啊！哎，这可以做装备。等会儿我回家做一套，我看看这无尽块做的装备能不能用。我回家一趟，回家一趟。这能做一套单独的装备？这是无尽装吗？其他木头扔掉，全脱下来，好像试一下能不能防 KO 啊，兄弟们！无尽最出名的技能就是 KO 不掉自己，说看起来很疼，但没什么用。问你啊，哎呦，心情很复杂，我现在能不能死透点啊？好像又倾斜角度更大了呢。好像要躺地上了，兄弟们，这假的吧？这装备是，我要躺下了，我这是，我服了，我迈克尔·杰克逊啊，我这行了，这可以呀，啊，太板正了，视角还是正常的，那就行了，那就行了，这装备别穿了啊，兄弟们。这装备可以收藏，很有收藏价值啊，非常有收藏价值，留家里就行了啊，别要了啊，穿这玩意儿都丢人。我真服了，这横着走了，以后这个书，以后叶枫主世界横着走，行吧？主世界横着走，这不属于无尽块啊，记住了，能做装备的是这个。然后我们有催化剂，就差一个工作台，还有154个方块呢，不着急啊，咱们不着急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点赞视频。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